对的工具可以让你赚很大。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我们可以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保健方法来增加我们的寿命和提升生活质量。同样的，在股票市场中，没有任何工具或策略可以保证百发百中的成功。然而，有一些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你在投资中更有把握。这些工具可以让你把买卖讯号、多空格局看得一清二楚，它们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交易决策质量，让你更容易抓住机会并减少损失。当你拥有正确的操作方法和工具时，你可以在做多和做空交易中都实现显著的获利。这些经验可以在多次的成功中得到验证。但要记住，股票市场仍然是具有风险的，过度自信可能导致损失。因此，即使你有优秀的工具和方法，也应该谨慎和谦虚的参与市场。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